第一件事情我们要范例下载。我现在告诉你，告诉你就等于告诉我，等一下的所有100多套课的范例下载都是一样的做法，知道吗？好，首先第一件事情，第一件事情，因为我的范例都放在这个，这个是一个网址 https://go.gl/ytzrxt， 可以吗？所以它是网址，所以第一件事情你要打开来 Google 浏览器 Chrome 浏览器，可以吗？所以第一件事情麻烦请点这个 Chrome 浏览器，然后接下来，接下来，然后我给你的是一个网址，所以呢你就直接在这网址这个地方输入 https://goo.gl/ytz， 请注意这个 r 一定要大写，最后的那个 t 也要大写，可以吗？因为你们应该很多人都没有下的范，那个印出来范例，我写在这边范例下的。可以吗？其实我以前的中间那个字是这里的字，后来我爸爸就是快90岁的时候，他希望我做一件事，这么以后吧，好，所以我就答应他。你知道多麻烦？那个以前去法务部上课，那个良民证申请那些好，虽然都是我的助理去帮我去办这件事。后来，所以如果你要找我的著作50多本，真的我算过，真的有差不多比我还高了。因为以前我立志就是要做著作等身，我多高我要写多少本书，后来不写书了，对不对？没人看嘛，我就立志我要创造，就是一堆的影片放在网络上，然后莫名其妙就变成网红了，可以吗？好。那记住哦，那个等一下那个会有牵涉到密码，就我直接写给你。那以下密码请不要告诉别人。可以知道这八个数字是什么意思哦？这样知道吗？每一个课程的第一天，听得懂吗？我也不可能记那么多，反正我只把我的课程给我的学生，包含你只要上过我的一个课，其他全部都是一样的做法。好，后来是因为我要写论文，所以不能受到很多的打扰，所以我就才加了密码。我这之前，一天都要花好多时间来回答问题。好，那我们接下来麻烦请按 Enter 之后呢？好，其实我这个在将近一年期间啊，到四月底之前，就是这一年，几乎我每天都在推掉课程。好，那你是网络的问题吗？那你打错字了，你再检查一下，注意大小写哦。注意大小写，我现在我因为比较有可能是这个大小写问题，所以我现在要请你们点的是这一个最右边范例下载，可以吗？你不要点错个，
我们今天课程是资料视觉化数据分析工具应用的范例下载，请点它。好，我这里面是不是有进口的资料跟出口的资料？进口会做，出口也要会做。好，那麻烦请你们。请你们如果没有登入的时候，你就游标移到这个左上角，有看到吗？下载的图示。